到了炼丹者星期三夜起时间，今晚的路线是骑土城的成田禅寺，因为星期天要骑台中的大山路，所以晚上还是认真点骑。先去炼丹车集合，倒数三秒后立刻加速。已经抵达炼丹车，现在来找，所以没什么人。人也变多了，八点到了，准备出发了。这里是新月桥本站的。出发前先拍张照。出发了，目标是土城的捷运站捷运站。到达捷运永林站，等绿灯过就要骑成田路到成田禅寺了。绿灯了，往成田禅寺的方向出发了。终于到达成田禅寺，好久没骑。感觉前面的陡坡变陡了，还有人没到，下去看一下人是不是堵在好汉坡前的外置路口上。没想到再骑一下就看到大家都上来了。早就准备回新庄了，这是今晚的新朋友。好了，回新庄吧。新月桥都还没熄灯，现在新月桥的灯都还是亮着的。回家吧，今晚没有动画拖。因为今晚没有动画拖，每个固定奶茶充数。影片就在此告一段落，谢谢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。